我终于在台上看到我喜欢的泪水了，真是。二哥给我拿锁子和提壶锁着点，二哥给我拿锁子和提壶锁着点。关键我飘了，我底下就像彩云似的这种感觉啊。刘爽说吧，就这一杵一愣我太喜欢了，而且那贼爷们儿。爷们吗？爷们儿，太爷们儿了啊。我看我比这更爷们儿呢，没看着呢啊。然后呢慢慢看呗啊，就我想多了解一下呗，就说说你的优点。他们都说了啊，我比他们年轻，我今年24。我更年轻。等会儿。哎呀啊，然后呢，你这个行业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行业，就是我想的以后的话，就是我要是找对象那天，肯定我想一起创业干餐饮 啊。别飘啊，别着急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陷阱，别着急啊。